那你的正装怎么办？没有啦，他就是很干净。开玩笑。欸、他的衣服真的很薄，就是要那种纤的感觉，就要轻薄啊。也是啊，超舒服。我好瘦骨健美人。这个你可以玩一年，是不是？好了，巴黎欧莱雅，快点找他。帅骨健美。巴黎欧莱今天很爽，巴黎欧莱今天。这得用一下。在酒店吃过了。帅骨健美，我靠！人家，这是我自创的符咒。能让人能什么？能让人认人，能让人无法无日三上帝，能让人无法无日。能让人无法离你三丈之远，两丈之远，两丈吧，两丈吧。没，我们没那么远。能让人无法离你两丈之远，就但是也有一个好不好玩啊？哎，你说我叫什么名字？是头豪还是无一？还是病地啊？无聊。喂，那怎么也走了？你慢一点。一开始应该三个。来吧，帐篷没用的，让他们开了吧，开了吧。我们那个头是自创的符咒。哦，可能瘦子你垂下来，他也垂下来了。瘦子有垂下来，他能让人无法离你两丈之远，怎么样？好不好玩啊？终于没神了，你是这样吧？哦、然后又被他蹬出去了。好、哦，哎呀，你看这是我自创的符咒。对，所以说放是我自己放，对，放钻是他钻，钻是他钻。自创的符咒怎么样？好不好玩啊？哎。那是什么？什么是好呢？是红袍还是什么红袍？无一是红袍还是无一呢？还是病地吧？然后你就可以走了。还是病地？对。对对对，反击他一下。对对对，我的时候思考，反转他。我说是同袍好呢，还是无衣好呢？嗯，好看还是叫病多？啊，这样好哎。哦，他必须要大工作才会牵引。对 ，OK 好。所以一开始走的时候，他走前面，你前面就要演那个啊，就老是追不到他，老是也不理你，所以才会马的。所以是因为他走太快了，然后我就他永远不理你，都跟你并排走啊。所以你滋滋滋滋，哎，怎么样？好玩吧？我自创的，你跑不了了，两张之内。好，明白明白。好，我们再继续一个吧。来，五个人，一二三，动。我这就要写了吗？对对对，好，雷霆再来，忘记说话。嗯，哎，倒过来。哎，我摇过来的，背影的，这个时候是背影来的，这样的，他喊你的声音。我看，干脆叫他过来。无聊，松。好了，赶紧演这两个同志，快来。躲开，拦着你，等等我，然后好了，挂。我一拐转就说拦着你，等等我。对，然后就开反应，挂。摩托车那边等我。抖音。